电梯好小。你要不要那个带很多的老婆的？Ladies and gentlemen, we have just landed at Air+Minalungao International Airport. 10:46. We hope you happy. 海关满满的人。We're going to Minalungao, never see her. 这间薯条店还蛮好吃的，每次来这边都会吃。彩虹，我真的是第一次来菲律宾，有这种让我赞叹的美景。第一次在菲律宾看到这么干净的美景。这里有点深哦，很深哦，那水很脏。哇，为什么是找韩国人代言？好可爱！我点的是奶绿，超好喝的，只是有一点甜，辣酱。其实我不太敢吃辣。妈妈，你的好吃吗？棒，烤乳猪，超好吃的。